哎，家人们，打我！嗯，啰嗦，快点！你不打死我，我就打死你！再说一遍，快点打我！你这混蛋！你发什么神经啊你？我不是扑街啊！你当然是扑街，但我刚刚是说他扑街。全部给我滚！人家真心诚意的请我们吃饭，你们又拍桌子，又让人家打你，还骂人家扑街，全部给我面壁思过，反省一下自己一生中对社会。你们回来！什么？我们还没想明白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回来！师傅，搞定了。